胖胖虎，贝贝灯，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个烂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往边走，天天都这样做，一三五七九十一 A B C D E F G， 倒数五四三二一，动一动真 happy。 Hiccup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go， 请你跟我动一动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个烂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变奏，天天都这样做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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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数五四三二一，动一动真 happy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巨大的肉食动物，它有长长的尾巴，迷你的前爪，还有巨大的脚印，它还是一位跑很快的长跑选手，它还有着灵敏的嗅觉，锋利的尖牙，以及结实的下巴。他曾经是地球上最大、最凶猛的猎人，还有超级大的嗓门。他是暴龙。瞧瞧我，我是恐龙之王暴龙。我有结实的下巴。我有锋利的牙齿，牙齿，我来露出牙齿，朋友们都被吓跑，我是超级恐龙暴龙。我有长长的尾巴，我有巨大的脚印，我来跳舞，朋友们都跟着我，我是超级恐龙暴龙。你的前爪真短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有超级大嗓门，我会跟暴龙说话，真酷。早安，生日快乐，我是超级恐龙暴龙。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要来告诉你们身上的秘密。其实呢，每一个小朋友，你们身上都有暴龙的力量哦。
而这个强大又神奇的力量呢，现在都还在沉睡着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靠召唤仪式把它给唤醒。小朋友，你们想要得到暴龙的力量吗？ Yeah! 看来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现在就跟着胖胖虎还有哥哥姐姐一起召唤超能力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变出长长的尾巴，变出来。好，大家一起说，摇一摇，一起说，摇一摇。接着呢，露出你们锋利的牙齿，把牙齿露出来，一起说，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伸出迷你的前爪。好，我们要一起说，咻咻咻，咻咻咻，露出你们结实的下巴。一个七放在下巴上面，一起说，我最帅，我最帅，太好了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踏出巨大的脚步，我们要一起说，蹦蹦蹦，蹦蹦蹦，好，变成暴龙，要一起说，啊，召唤成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的暴龙力量咯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参加小暴龙运动会咯。小暴龙运动会各组依序出列挑战，从大步大步走，再到下巴行不行，接着是保护恐龙蛋，总共三个关卡，过程中必须通过层层障碍物。让我们看看哪一组秒数会最快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请问小朋友们，你们了解规则了吗？了解。好，了解的话呢，李安哥哥先示范第一关，大步大步走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加油加油，我们一起说加油加油加油。第一关完成呢，我们就换第二关橘子姐姐。接下来呢，换橘子姐姐来示范第二关下巴行不行。我们要把球夹在我们的下巴下面，接着呢，我们要跨过我们的障碍物，跨过去，然后再跨过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第三关就是噔噔，保护恐龙蛋，我们手手要抱住恐龙蛋，小心走这个小桥哦，呜呜呜，要保持平衡哦。好，那你们可以用跳的吗？跳圈圈，短短。最后呢，穿过我们的小圈圈，把我们的恐龙蛋躲放进来就完成了。小暴龙们，你们 OK 吗？ OK。 第一组的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计时开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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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快超过了，快超过了。时间是1分12秒，接下来换第二组，计时开始。下巴非常有力哦！最后一位，一起帮他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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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一跳，跳跳跳，滚！滚！最后一个！哇，很棒！哇，第二组的小朋友是1分05秒，非常的厉害耶！接下来换第三组喽，预备，开始！加油！他走得非常的顺畅哦，很厉害耶，很厉害！哇，平常有在练习哦。换第二位小朋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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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油！继续继续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跳一跳！跳！短！短！短！三国动动，过去！最后一关，冲进去！第三组的小暴龙刚刚花了45秒，非常厉害哎！太棒了，我们的小暴龙都已经顺利完成挑战，你们都把你们的超能力发挥得非常好哦，帮自己掌声鼓励鼓励！今天的小暴龙运动会，每一位小暴龙呢都完成了3个关卡，都变成超强的小暴龙了。请问小暴龙，你们今天开不开心？没错，我们今天一起变成了小暴龙，学他们走路、跳一跳，还有越过障碍物，是不是觉得跟你们平常做的动作很不一样呢？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们呢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，说不定呢你们就会发现小暴龙头好壮壮的秘密哦。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和小暴龙一样快乐长大。恭喜你们又获得了一个小暴龙徽章。今天的晃晃我看世界。下巴，下巴，我有锋利的牙齿，牙齿，我来露出牙齿，朋友们都被吓跑，我是超级恐龙暴龙。我有长长的尾巴，尾巴，我有巨大的脚印，脚印，我来跳跳舞，朋友们都跟着我，我是超级恐龙暴龙。我有超级大嗓门，我会跟暴龙说话，真酷，我是超级恐龙暴龙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可爱的礼物完成了，里面会有什么有趣的惊喜呢？
喜欢带着大家去好远的地方。我出发的时候，人们会帮我倒数，你听。5, 4, 3, 2, 1，跟着我一起飞上太空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猜对了吗？我就是火箭。老鼠，阳光明媚的一天，狮子坐在树下打盹儿。一只老鼠经过，无意间打扰了正在休息的狮子。啊！你这个小东西，竟敢吵醒我！啊！狮子睁开眼，用粗壮的前爪抓住了老鼠，老鼠吓得连声道歉：“狮子先生，狮子先生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！如果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”哈哈哈！就你这个小不点，能报答我什么啊？哈哈哈哈！反正今天我肚子饱饱的，就饶你一命。狮子哈哈大笑，放开了老鼠。几天后，狮子一不留神被猎网罩住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入网的狮子动不了了。正巧老鼠在远处听到狮子的叫声，急忙跑过来。狮子先生，您稍等一下。老鼠用尖锐的牙齿咬破了猎网，救出了狮子。真没想到你会救我，谢谢你，老鼠。以后我再也不会瞧不起小动物了。狮子诚心地向老鼠道了歉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狮子先生。Follow
有个我，我里有恐龙蛋，一二三。你是暴龙宝宝吗？不是不是。你是暴龙宝宝吗？我是我是。这里有暴龙，哪里有暴龙？这里有哪里有，到处都是暴龙，暴龙有个我。慈母龙宝宝吗？没错。这里有慈母龙，哪里有慈母龙？这里有哪里有，到处都是慈母龙。慈母龙有个我，哈哈哈哈嘿哟！恐龙宝宝真可爱，哈哈哈哈哈。足球圆圆的，甜甜圈也是圆圆的。小朋友，想开动动脑，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是圆圆的呢？哇，小猪的鼻孔也是圆圆的耶！聪明的小朋友，还想得到其他也是圆圆的东西吗？嗨，朋友们，使用 Pink Phone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！